我们要看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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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什么
们姚议长在商量如何让 A 校的这个文化可以传承下去。因为现在是在第一要件最紧迫，问到垃圾的问题，A 校的问题，这两件事情我们要紧迫要处理的事情。因为第一个紧迫是垃圾问题，我的掩埋场只是在明年底大概就会。